近期影院上架的这部西红柿首富题材的电影极具争议，剧情从天而降金主爸爸二爷，并指名道姓要男主继承300亿的巨额遗产，但继承遗产是有条件的，王铎余为了获得这笔财富必须接受二爷制定的继承遗产的规定，即在一个月内合法的花光10亿巨额，并且不能购置财产，不能转赠，不能做慈善，不能折损物品本身的价值等，这让网友惊呼，为什么这等好事不能砸在我头上？魔幻现实主义喜剧片《西红柿首富》自上映以来票房高涨，热议不断，影片的确是一部现实版的黑色童话，我们评论它浮夸且不合常理的同时，也是图一想自己偶的十亿后最想干什么。不过电影始终是电影，都是虚构的，回到现实中，十亿对于我们来讲究竟是个什么概念，可能很多朋友连十亿是多少都还没有个定嘞。有人估算了一张全新100元人民币约 1.15 克，十亿是1000万张，计算为1150万克，即11500千克，也即 11.5 对。影片牵引出人们对十亿如何花费的热议，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在西红柿首富霸王条约之内花光十亿资产，十亿元人民币如果换成是面额为100元的钞票，可以堆满一大个房间，真正被老天眷顾中了几十亿的人，他们是怎么花掉的？如果你真的中了几十亿元人民币，你会怎么花？很多人在中奖后会挥霍一番，然后将生活幸福指数升升仓，过上收租的财务自由生活不在少数，买别墅，买豪车，还是买岛，买私人飞机，环游世界，当然这些都实现了，你的钱可能也花不完。此前一则新闻报道称，美国的一对夫妻中了21亿元大奖，在领奖仪式上被问到你们打算如何花这笔钱时，夫妻俩对视一笑，并没有多说什么，留给世人一个惊叹的问号。有人好奇他们中奖后的生活是否挥霍无度，与之前有哪些惊人的变化，然而结果却让众网友都惊掉了下巴，他们的花法也让世界感到震惊。记者观察了这夫妻俩的生活，在大众的想象当中，他们会住上豪宅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由于夫妻两人所在的佛罗里达州要求彩票中奖者必须公开身份，所以两个人现身把奖领了，可是调查后得知，夫妻俩把钱基本捐赠给几家慈善机构，用于对抗癌症研究的经费，以及解决儿童饥饿等问题。记者采访了夫妻俩，当然我们有考虑过去消费，但是那种物质的欲望一旦被点燃，就会难以熄灭，最终吞噬了自己，让我们丧失理智。实际上很多人常常因为金钱变得身心俱疲，这也是夫妻观念一致，具有乐于奉献的精神，所以他们会赢得大家的掌声。如果有十亿，你最想怎么花？小朋友眼里的十亿10岁的思思，如果我妈有十亿，她会请最好的家教老师来教我，让我能赢在起跑线上，肯定还会花重金请来贝多芬来教我钢琴课，只选最贵的最好的。at 13岁十亿，我肯定会找个游戏陪练陪我一起打游戏，从大挂升级到高段位的陪练通通都来一遍。at 高挂小史，我想是太空旅行，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以前看星际穿越地心引力时，最想做的就是当一名宇航员，可以穿梭在外太空，并且带着可考任务，多有成就感。而且 SpaceX 研发的猎鹰火箭和 Dragon 太空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太空航天站运输物料的商业飞船，人类也有可能去到太空。如果我有十亿，一定要先来一次环月之旅，让人生不留遗憾。大人眼里的十亿 at Kitty Kitty 醒醒 Kitty 醒醒，这是看完电影我问坐在我旁边的朋友，如果有十亿我们要怎么花，他脱口而出的话。但是梦总要做的吗？如果我有十亿，我会把超市买下来吃个够，买三套房子，一套当做我和我男朋友的婚房，一套给我父母住，
一套给我未来的公公婆婆住，这样我们大家就可以住得很近了。如果做完这些再带着大家全世界旅游，能衣食无忧，一直在路途中去哪里都好，不用愁工作和生活，什么烦恼都会变得无足轻重，享受旅途中的放松闲适最重要。But, 我是一只猫，如果我有十亿，我会生三个孩子，现在是的孩子真的太花钱了，但是每次看到孩子可爱的样子，我的心都在笑，太可爱了，感觉很幸福。要是有十亿，我肯定全部投资在自己的儿女身上，从小就让他们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在合理的范围内一定要富养孩子。At, 可达，我要捐给国家。没错，就是这么大公无私，毕竟得了这么多钱会被追杀吧，哈哈，还是小心为妙的好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At, 关，我会想办法开一个环保公司，可以永续经营，环保也是契合绿色生态的理念，拿这些钱做人类最有贡献的事，十亿也花得值得。At FWA, 对于一个每天朝九晚五的国企搬砖狗来说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歪歪了。我倒是无聊时常打开某买房软件，选汤臣一品最贵的大平层，按照公式输入 30% 的首付后，看着每个月应还的贷款数，自己偷偷傻了，因为再也不用愁还不掉了。你说这突然来的十亿算不算不义之财？广大群众买个彩票都要交税的，那这十亿估计也没跑了吧。At, 点对方，我再加个众多税会，这么美的梦多做会，茶则兼济天下。虽然话是这么个道理，但是像我这种还没独善其身的人，去考虑打遍天下还是去欢颜的事情也不是很靠谱。其实个人偏激观点，你可以觉得我葡萄酸哈，手握十亿和手握十万在精神层面是差不多的。首先数量上都是十吧，虽然单位不同，但是窃以为从事颠摆应该是一致的追求。其次，外滩的豪宅和金山出租屋的睡眠质量应该差不多。也不对，外滩豪宅会好一些，因为金山啥也没有，外滩啥都有，长夜漫漫无限睡眠。算了，我想不下去了，因为我现在连十万存款都没有，都被万恶的房地产和善良的老妈保管了。At, 如果在这样的霸王规定内花光十亿，自己首先会投资电影产业去拍电影，十亿依次砸进电影制作成本，不论拍什么题材，先请上十个小鲜肉，三个身价贵重的大明星，把十亿全都砸进去，后期特效全部不要，电影一定要大成本制作，然后拍成不能在各大影院排片的类型，就能一次花光十亿，钱绝对听不见回头的响动，几成300万也是分分钟的事了。毕竟现在排不上片的电影多如牛毛，很多新电影让影迷们大失所望的时候太多了。不过按厄尔评估的拍电影成本，放在现如今明星降价的行情之下，这个想法还是有可能实现，但是在此之前，高昂的明星片酬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。